everybody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来到了圣保罗山，今天我要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空拍。你们知不知道圣保罗山的历史由来是怎样的？我来告诉你，非常的简单。从前葡萄牙人进来这边打打打打打，荷兰人进来这边打打打，英国人进来这边打打打打打，他的故事就是打打打打打。所以真正的故事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多说了，现在我们要去空拍了 ，Let's go。